西素托盘包装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原材料准备、模具设计与制造、西素成型、修整与加工、质量检验与包装等环节。西素包装模具的制造工艺通常包括模具设计、数控加工、电火花 EDM 切割、磨床加工等步骤。根据不同的产品特性和要求，模具的材料一般选择铝合金、钢材等进行制作，以保证模具的硬度和精度。根据使用方，西素包装材料主要分为 PVC 聚氯乙烯、 PET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、 PS 聚苯乙烯等材料。不同材料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应用场景，如 PVC 材料常用于电子产品包装，PET 材料适用于食品盒包装等。